要赌一个，很好认，这一位赖傻，赖傻。那老板娘会带只鱼给我们吗？有可能。老板对啊，老板娘去拿鱼。口袋名单，快点！对，口袋名单了，交出来！扣单姐，他都是。啊！什么？啊！好，我们不拍了，走。谢谢赖长，谢谁？他不要了，不要钱嘞。不要钱了，我们快要了吗？来来来来来，拍谁？先说。哦，这个谁给我们看一下？没有，就白旗一度了。哎。他真的很厉害，对，很厉害的啦，赖嫂，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吃。好 ，OK OK。那赖嫂，你们先推哪一家？你就先带哪一家？哎，爸给啊，那桥头那里的爸给。爸给，哎，那个花莲人在地都很喜欢吃的。哦哟。早餐、中餐啊，很喜欢吃的。好 ，OK。啊，那要找你几，我请回。好忙，好忙哦，好忙，好忙。学吗？他是你同学，我比你本人，真的假的？他是我同学，我比较年轻，对不对？没有没有，都很年轻，都很年轻，都很年轻。对，我还要为了他不能休息。这是你的欧比你哟，来来来，盖小姐，盖小姐，这是欧比你的同学啊，小学同学啦，小学同学，小学对。哎呀，那你要是讲古色，我想要敢拍无？无。度假不是贵，没当讲，没当讲。阿姨，今麦加两双啊？对，我们味道绝上路了。哦。阿姨，讲辣椒可给你炒，辣椒冇给你炒。爸爸时代传头来啊。哦。还是第二代，阿姨怎么给没加第三代啊？我们刚走过去，我跟大文是到那里，哎，才发现这一家在哪里。到了旁边，我们两个才看到。可以拿一下这个吗？明显。但是听说你只要跟花莲人说这家，他一定知道。你看下这个。这种做酱料的那个碟子都是几十年的才会产生这样的旁边这个，对啊，好厉害哦！好，赖长吃了什么？哇！两万块，两万块，啊，一礼拜来几工？一礼拜哦，一定要逐工来啊！逐天来哦，哎呀，今麦做鱼啊，有哦，较无闲有哦，哎，头两天哦，有当时伊卖完就无买啊，哦，头我来到遮伊拢无啊，我来等你，啊，你电话搁会等啊，啊，不要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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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忙了，手机无用啊，赖翔还有两只手机，两只手机，因为其实刚刚在上山跟赖翔聊，他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然后都只做，所以真的非常的忙碌，他很忙，对，但忙碌的之余就是想吃一碗这个肉羹，对，哦，来吃一下。就较清汤一款的啊，哦，这是煮汤的啊，对啊，笋丝，你家己辣椒啦，辣椒，啊，因那个第一代传落来的，这辣椒片哦，刚刚，你拢家己炒的，从后面看的，有啊，我看后边这大饼的啊，你喜欢辣味的这个很 OK 哦，生辣椒那个香味跟那个豆豉的那个味道，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咸辣咸辣的，我觉得很好吃，最主要是我觉得它的肉羹的这个肉。你有发现吗？它没有什么鱼浆，它都是那种纯肉条的这种感觉，所以很新鲜的。我好喜欢这个肉，它这个肉跟的肉真的是可以吃到那个本身肉的那一个纤维跟肉的咬劲。然后我觉得这个肉很厉害的是，它吃得出来它每餐非常的新鲜。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的那个笋子，因为我觉得它都不马虎，它的笋子也是很嫩，超嫩的那一种。是阿妈自己种的，阿妈自己种的，嗯。真的很嫩很香，而且我这个汤匙啊，一直挖一直挖，我停不下来哎。我刚前面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讲话，因为我就一汤匙就喝着，然后汤也是比较清爽的形态，但是又加上这个辣椒酱，变得很香，然后香香辣辣的，但也不会觉得很厚重。好，今天听说还有这个，这是自己包的，是不是？还是什么？自己包的这个鸡卷。我跟你讲说，我们今天很幸运，我吃得到这个自己包的鸡卷。
那个黑美人是我们以前国中我们在讲的外号哦，现在不能讲了，要逃给你了，逃给你了，逃给你了，哎，被纠正，纠正，纠正。你看呢，有人回台湾重新跟亚洲人讲。自己包的真的很扎实，只要是自己手工包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配方，自己的那种扎实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它真的好吃的原因是，赖长明明跟我说他中午吃饱，但我到现在发现他没有停过，也已经吃到半碗了，他一直在吃，他给我了。而且呢，我觉得好吃是我自己刚刚默默多加了一份肉。啊，好，谁把后加？谁把加后加？这样加一份肉多少钱？20。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再多加8块肉，加20块，可以不可以？可以，我觉得加爆真的，加爆，加爆，哪种加爆？吃爆，吃爆它，吃爆不是加爆。这大家了，各领完一单嘛，是不是同去？哎，太阳化没有？哎呀，哦，蛮是加的。哎，今日我陪你啊。好啊。我里面在小龙虾店。哦哦哦。哦，来，给给给给，给老老老老。我讲完了，你赶紧。他长真的是非常的赶时间，他因为他太忙了，这么大一碗菜长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好久没吃过。对，一转眼他的碗已经空了，好厉害，不得了。赖长，你搞错呢！无啊，你头拄仔见的肉羹，迄是铁街路边啊，即马这是庙口进前啊，都榕树下骹咧。对面啥个汤啊？哎呀，我搞错呢吼！都差你耶！米粉羹，啊，这有早顿加中昼顿，拢会来吃。下午茶嘛，再来吃。哦，听讲你进前是住伫遐食的对？哎，我进前住遮。而且赖长，他的米粉羹看起来很不一样哎，就是他叫米粉羹，我刚刚一直以为是我们刚平常会吃到的那种，对，粗的，粗的，他又把它切小段小段。跟那米线糊嘞。对。哦，啊，讲你这个龙店吗？不是讲有啥物隐藏版的咖巴是无看吧？你要咖巴嘛吼？哇，你要咖咯？咖巴咯。茶叶蛋来无？哎，红茶来无？哎，那个套餐呐，一周啦，是咪叫一周？一周啦，对哦。伊卖这双就并贵啊，你。我卖这双，你叫我讲。你不看头家，你看咪咪要笑。啊，咪咪要笑。好啦，来退坐啦。真觉得哦，我们跟赖长的缘分不会只有这一集而已哦，因为刚刚爹你辛苦逼你在讲的就最后起来物件呢，因为他是真的是早起就需要来做事的人，他当然就找那种很当地的那种一些就是可以让你吃饱啊，然后又是好吃的东西这样，他就是那个米粉汤的米粉的口感，但是面线的那种汤底的感觉，但我有点醋跟辣椒，哎，他的肉道好够味，好香。而且你吃下去，我刚刚有吃到没有加肉燥的部分，对，那个米香是扑鼻而来，它是非常纯粹就很实在的这种味道，它很香，然后很纯，它算可以算是这边的特色美食。我来扎等你啊，扎等你啊，扎等，扎等你啊，听讲人家也能够解，哎，特殊的吃法是什么？我那边用碎的是规条拢等你，拢会生。哦，整颗蛋扣进来，好豪迈哦。哦，是哦，太特别了，试一下蛋黄那个绵绵密密的，让汤又更加浓郁了。嗯，然后我觉得加了蛋之后真的好好吃哦。红茶你们要喝一下。嗯，多扎比这里的这样一煮的。哎，我知道这个套餐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在我们刚来吃到那个又酸然后又辣又有那个蛋味浓郁的米粉羹之后，再喝一口红茶。超古早味，对，很疗愈哎。而且这个老板真会利用红茶泡完红茶，这个其实茶叶香虫是拿来做茶叶蛋吧？应该是，来点头，点头，点头如捣蒜，点头如捣蒜。哦，搞做行李呢？破案了，破案了。对啊，算是来到这边一个比较 local 的吃法。对啊，可以吃到这里，就是真的跟当地观光客吃到不一样的。没错啊，不过我们还是有留了一点遗憾呐。
就这一次，其实我们三个都没有吃过赖场的店啊。对，他都要赖场嘛，讲啊，讲要带阮去拖呀，拖鱼啊，啊，啊，若有机会啊，对不？他们好想去哦，一定来学一下，好不好？啊，你没搞清楚我，我哪有搞清楚啊？还是你搞错的呢？你今天没搞清楚，我跟你去拖鱼啊，林刚，我们去体会一下，好不好？谢谢赖场，好，谢谢赖场，没有没有。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毅，我是林莎，我是大文，时尚玩家 YouTube 频道即将突破500,000订阅，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带给大家更多好吃好玩的，还有网络独家影片跟幕后花絮哦，赶快按下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哦，订阅哦。